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翻嚟咧 Pokemon 嘅第八世代嘅一只嘅改版高级版啦。咁依家咧我就要重开另一只 account 啦，因为其实都比较难打，因为旧嗰 account 咧我土台龟咧好难升咧，非常之难升咧，即系升到九啊零咧，但系都唔够冰龙快，因为佢新嘅天王咧系冰龙摆头，所以都比较难。我谂我都要落少少力先得啦，咁所以就重开啦，因为始终冇晒训练，而家好难升咧。咁我哋开始啦。咁一开始我哋先去呢度先啦，同埋头先都讲过啦，呢一个系新版，所以系可以捉住三家第八世代。咁我哋可以睇埋有啲咩精灵啦。咁呢一度我谂用奇异种子先啦，因为奇异种子应该打得赢佢嘅小火龙嘅，我谂。好，粉粉系啦，跟住就哇呢个剔丹猛撞猛撞，哇我咁都输。黐线嘅，唔中啊！头先有下，但系唔紧要啦，系黐线嘅真系。好，呢啲小问题嚟嘅，做咩啊 ？OK， 一阵间先得系嘛？我哋要去送个包裹先系嘛？我哋送完包裹之后再翻嚟捉嗰三只啦。我自己预计咧，其中三只系第八世代嘅御三家啦，另外就一只就系美鹿坦啦，之后就另外两只就暂时未知，到时再谂啦。因为都未清楚，未清楚捉啲咩好啊！好啊，我哋嚟到呢一个嘅大魔波斯度，交我呢一个嘅包裹俾佢，之后就可以翻去问阿小某家姐攞个地图先。好啦，好，跟住我哋而家有精灵球啦嘛，有精灵球嘅话，我哋就可以捉咩啊？捉呢一个嘅，哇，十四呢嗰啲嘢，过分咗啲喎你，美乐坦。好，翻慢慢撞佢啦，哇，会唔会输噶？我都 feel 到可能会输哦，不过唔紧要。好，我哋唯有 save low 啦。好，捉到啦。好。咁依家捉埋另外嗰两只啦，依家美鹿坦喺手啦，减速度，加咗啲咩啊？加特工啊！是但啦，冇所谓啊。因为始终你过关，即系呢个一个嘅主线剧情系嘛，冇乜所谓嘅呢啲就，我自己觉得，除非你打嗰啲比赛、打嗰啲对战啊，嗰啲就需要用到好有啲咩啊，即系乜嘢都唔可以，可能争少少就系争个少少，咁呢一度就唔系啦。主线剧情，主线剧情讲求嘅多数都系努力值嗰啲啦，系啦，好，再啦。一运咁难捉嘅嘢，搞掂冇晒精灵球捉过呢只马骝之后，但系唔紧要，我哋可以去买嘅。好，其实因为咧，我试过都升咧啦，即系旧嗰个 save 我试过升咧，但系都非常之难啦，系啦。因为讲紧天王又打唔赢，跟住啲街怪都系最近都系五啊零六十咧啦，同埋就。冰龙其实一开始个门槛太高啊，好难救佢快，或者系好难挨到佢一招个土台鬼，所以就变相咧好辛苦打得。同埋我自己又想试下用呢个第八世代御三家咧去过关，同埋美鹿坦咧，所以就有咗呢个决定啦。咁啊，四天王可以，四天王就同一样嘅，即系呢一只嘅四天王同嗰个冰龙嘅四天王都系一样嘅。咁我睇下可唔可以打得赢啦，因为呢一个睇落都有啲难度，八啊几呢嘅天王，好，我仲未出火系嘅，点解可以嚟啦？火系用草技打啱嘅，好得啦，差唔多瞓觉佢，瞓觉 ，OK， 跟住就可以用精灵球啦，再精灵球，再精灵球，再精灵球，靓波捉到啦，咁就进化奇异花，唔系奇异草。不过就冇乜所谓嘅，因为我就净系用嗰四只第八世代啦，系啦，系咪第八世代？好似唔系，美鹿坦系咪第八世代？我唔知道，应该系美鹿坦好似冇图鉴。好啦，我哋依家嘅队员就有美鹿坦啦，呢只嘅水系啦，呢一个嘅草系啦，呢一个嘅火系，呢个系咩啊？好啦，咁我睇咗啦，咁咧火系嗰只咧就系强行嘅特性啦。咁而草系呢一个咧分析，咁水系呢一个咧就普通呢个激流啊，冇错啦。咁我哋试下打小茂先啦，即刻去睇下打唔打赢啦，希望打赢啦。
哇，第一廿七呢喎，但唔紧要，我哋可以输嘅呢场，我哋可以输嘅系，我记得，所以就输咗冇乜所谓啦。嗯，好，因为廿七太，哇唔系，唔输得啊，唔输得有啲难搞喎。唔系，好似可以飞过去，我记得之前我打都唔使打，去咗上盘。OK， 咁我哋可以继续行啦。咁因为第一个道馆系蓝色系，所以我哋练只草系啦，或者水系都得嘅。我呢个电系，走一走先。好，哇，喂，走啊！你俾一走嘅时候会变咗色嘅。十五呢嘅虫啊，转只火种先。黐线嘅，呢度应该系一定要用火系打嘅，如果唔系肯定识唔到你。黐线，唔好打双打得唔得啊？好，定系我应该要过呢个森林先咧？过呢个森林需要稳阵啲嘅。呢只蟹我哋有用草嚟打，哇！使唔使拗到咁大佬？冇咩技用喎、啊，大佬，黐线啲技咁渣嘅，点解可以？哇，输俾呢只嘢应该要，啊，要输啦应该，仲要唔俾我走添，俾人屈死咗，放低啲钱喺地下俾野生精灵攬走咗，唔紧要啦。唔系唔好双打，千祈唔好双打，大佬打唔赢啊！咦、欸，有机会啊，金铺，诶、欸，机会嚟啦！黐线，用水喺度打赢我，有冇搞错？哇，水，靓波啊！其实呢度用水系升咧都唔错，打啲火虫啊，唔系、啊。呢度一开始系落雨，我哋应该要利用呢个雨嘅特性去打呢、這、一个，唔得，打水系唔得，拗痕，打火系就正啦。OK， 打水系就唔得啦，火系啊或者草系都唔得，基本上系得净系可以打火系，其余嗰啲属性啊全部唔打得。哇，系闪光嘅，哦，我哋打埋呢个啦，喷呢只猪，跟住呢个用草技。呢、這个系咪唔打得噶？我 save 定先。我费事一打完之后咧，佢 kick 死咗。好，呢度唔知，不过好似打得好慢。算啦，我哋都系走咗佢算。打得好慢啊，双打。点解佢要喺街度整双打白痴啊？好辛苦啊，双打声咧系劲难声咧，黐线嘅真系。我都唔明点解要咁做，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真系？对啲训练家好难，好难适应呢、這个，好难适应呢一个嘅新嘅心态。好，喷死佢，又系美禄坦。好，冇啊，诶、欸，搞掂。决定升嗰只水系先，之后再升只草系啦，系啦，因为岩石嗰度好似都系廿咧左右。呢只喷水得唔得？唔得喎，拗痕，咁走啊！唔好俾打，黐线痛到呕喎真系。睇嚟我可能要熄只火系先。呢度咁鬼难升咧，点解可以？火系升喺呢度升咧最好啦，火系。顶佢又系火系，黐线！唔好咁啦好嘛，我想打机啊，用灯眼赢佢，好波。唔好打训练家，呢只打唔打得赢，未必打得赢嘅啫。我哋唔好打训练家，啲训练家都好难打，呢只更加唔使知打赢。唉，又俾人打死咗，强制打死咗呢只雷虫。Oh my god， 水系啊呢只，呢只咩系啊？哇，雀仔添仲有，顶，应该赢到嘅。我手都系降系，水系黐线。呢一集第一次呢一个嘅第八世代雨三加篇咧，系俾人虐待噶，睇我俾人虐杀噶，睇我点样卡关，系真系有够难打呢度。好，好在都有啲绿毛虫眷顾下我，我呢只雀都得嘅，系嘛？应该得系嘛？
O K， 啱啱好，唔似啲咁冇人性。喂，顶！即刻打死我，唔使啊！得罪咗你啲咩啊？美毒坦，出嚟坦啦！美毒坦其实咪真系出嚟坦，我都唔知道。我又系打呢、這个，慢慢吸住先。差唔多缓重啦，系啦，我就估到啦，差唔多缓重。撞啫！哇，打我咁痛啊！黐线，只雀仔嚟嘅啫，咬到我咁痛，我降系喎，唔得，上半身呢、這个咩啊？尼比士都入唔到，俾人封住咗门口。亚历波加曼会唔会太夸张啊？亚历波加曼，系冇乜可能打赢。呢招咩技噶？我掉泥 ，OK 喎，呢招屈死佢，屈死佢。喺度玩嘢，牙咧，屈死你啊！唔紧要，我哋仲有，我用呢只打佢，会赢嘅呢只。哇顶！真系最后一下你都同我 miss， 应该系话佢打中我，唔系 miss。真系阴功啦！又嚟波加曼，唔好再有波加曼啦，好惊啊！我手工都好啲，好，我手工我都赢到，我有信心。啊，好啊！欸，火鸡 very good 添啊，直头呢啲咪好咯，出乜鬼嘢？出乜鬼嘢咩啊？出乜鬼水系啊？打唔赢啊？好，念口搞掂，哇！又系呀咧。欸，火喉鼠都好，系咪差唔多进化？好似14咧进化喎呢只，冇记错嘅话。好，闪光嘅草苗龟就系、是、上集我哋用嘅主角宠啊。但可惜佢到后期打天云暂时冇乜用啦，第一关已经挨唔住佢招冰技，太犀利。有冇火系啊？出只火系好啊！进咗化你仲唔输俾我？唔好俾我进到化你班友，整中毒，哎呀，仲死埋添，使唔使快成咁啊？应该回埋呢次血再打一阵就可以升呢咯，只嘢。走，咁呢只唔打，唔同你打好星蟹，呢只都打赢嘅应该。喂，好波！佢哋一大步啦，佢哋有进化，冇，哇，争啲输，呢招咬啊，唔系喎，呢招就忍耐，我哋转只重俾佢打啦，费事，费事死啦呢度，撞死啊，顶双打，呢只唔够打啦，唔好出呢只啊，唔够打啊，好呢只都 OK。六毛虫争几多啊？仲争四场到，四场左右就可以进化啦。我只水主十咧火兔仔，顶俾人屈死咗添。Oh my god！ 哇，搞错啊！咁样掉嚟掉死咗我，黐线嘅啫，会唔会劲得滞呢啲真系？定系我太渣啲虫，可能系我太渣啦啲虫，好唔合理，啲 level 好唔合理，就得啦，打多几只就进化啦，可以。其实都唔错啊，我三属性，喂，顶我咁都输俾你，我就谂住讲三属性唔错，因为可以黑翻，即系对应翻唔同嘅属性嚟黑，但系我只火系居然输咗俾只草系，成何体统啊！哇，仲俾我走添！呢只系草系，草系俾只火嚟，唔该，火或者水，火或者水都 OK 呢只，唔好输啊！高你三咧就搞掂你啦，靓仔，火系靓波，进化啦可以，进化，终于进化啦，好辛苦啊！呢条路好辛苦啊，升呢只嘢。好，
有咗第一隻嘅进化嘅御三教，我哋就可以清霸呢个上半森林啦。应该又系呢只蟹，唔好阻住我啊！我要直接去打嗰个僆仔，阻我出门口嗰个僆仔喺边啊？死咗喺边啊？死紧啊！你同你讲，我先呢度呢只高攻喺边度啊？哇！特攻向喎，但系佢特攻系 E 喎，放我招地面技先。草笛，我哋呢度用普通撞咧。喂，又中，有冇咁易中啊？黐线啊！黐线，死得咁快，有冇可能啊？咪肉弹赢咗呢只。跟住出呢隻撞佢，唔通美六坦先系救世主？顶，即系死咗，好恶打啊！真系唔系讲笑，睇嚟我要升晒三只进化先至有机会过到呢度。如果唔系，我真系唔使知过。最烦就系佢个弱智双打系统，我净系想见一隻，你又同我出两隻，啊呢时候又出两隻。嚟啦！我根本都升唔到你，我哋想打一隻咋，两隻我打唔赢啦依家，我都唔系打唔赢嘅，下面呢一度咯，下面呢一度应该赢到，咁我打一隻水一隻草咯，咁应该冇问题啦。咁就算如果真系有双打嘅话，我都打应付到嘅，应该系啦，呢、這个应付到啦，睇下先，佢会输俾我。好，搞掂。就喺呢一度升到十六呢啦，将草主、火主就可以升埋火主嘅，其实升到咁上下嘅时候换火主出嚟。嗯，咦唔系我依家我升紧水主，哇！如果佢唔系双打嘅话，我冇得升另一只虫。你睇下，我要双打嘅时候，佢又偏唔俾双打我。你话系咪玩嘢啊？只 game 出嚟啦！呢、這个撞佢，撞佢，好，其实都升得好慢，真系升得几慢啊！好，咁都打唔死，打爆佢！呢咩水弱鱼？嗯，好，换只草丛出嚟升下你啦，系呢度有冇嘢升啊？呢度火系嚟噶，雷虫，拎麻痹，月石嚟波啊！月石正啦、啊，月石最憎麻痹嘅，哇呢只顶！如果佢冇麻痹，我吸死咗佢。嗯，好，我想快啲睇个御三家嗰进化睇系咩样，好感兴趣。呢只打，啊冇啦，呢只唔打啦。哎呀，又电磁波，哎呀，好辛苦啊！我想升呢啊，俾我升呢得唔得？又嚟呢只，呢次又打咁鬼耐，啲时间都蚀咗俾佢喺度打呢啲咁嘅草系。我要水系啊！依家俾水系我唔该，水系又系火，都仲未可以一下喷死佢。水系你啦，但系咁高咧掂唔掂啊？好似唔系好掂喎。佢一招飞行技打死我。咦？哎，你赢到 ，very good。火系好。草系 good， 呢条星咧都有排升嘅。哇顶，光合作用，你都好串喎，靓仔用光合作用，好波啊，吸晒啲血。诶、欸，又有双打打，呢度吸呢只，跟住水系水技打左手边啊。好，跟住围死一只。飞狐正快就啱出事。用水嘅会唔会好啲啊？呢度
唉，红水技仲好，换水冲，喷啦，喷啦，好，继续换重，十四呢啊，好，仲未进化嘅，睇嚟佢都系十六呢嘅进化，我谂呢三只应该都系十六呢进化啦，有机会啊，呢只有十六，好，如果佢唔用飞人技，我就冇问题嘅，诶，又有水柱，吸死佢。吸死佢好波，出多啲水柱啦，出多啲水柱我就可以好快咁进化啦。耶，边嘅草柱，哇，真啲吸死我，我咁都赢到。电光石火啊，屌，呢度我打，好，十五咧啊，呢招咩噶？飞越快刀。咁我唔要呢招啦，虽然嗰招95命中，但始终都高攻啲就冇办法啦。水叉撞爆你啦，咁啊念喉小火喉，好，下一次一定可以胜你进化啦。嚟啦，谷草炎。又是啲光合作用，嚟啦！快嚟啦，水柱唔该，求下你快嚟啦 ！OK， 喷女火，喷女火，哇！两只水柱实在打孖上一嚟就，唔好打死我啊！好波，升呢啦，系嘛？五铺十八呢，哇！龙技嗰啲招正啦，争少少应该系嘛，应该打埋一隻就胜利。啊，飞过去，好，唔系输啊，好在争啲输，打埋呢隻就胜利啦。好，因为火主我哋睇过进化，我哋唔睇啦，睇埋草主进化，我哋今集时间差唔多咯。哇，呢只星星呢只马骝会进化，哇咩噶？睇个样子好似系嗰啲猿人 feel 喎，系啦，应该系猿人咁嘅样子。哇，咩嚟噶？嗰两支咩嚟噶？咩嚟噶？呢两支系，哇，又系分析喎呢招，分析系后攻，跟住后攻打得大，打得痛啲，十九速度啊，都几慢。防御又唔系特别高喎，呢只嘢，反而攻击 O K 嘅，防御都 O K， 不过就唔算话太突出，不过算系平均型咯。速度低，跟住所有嘢都高，除咗另一个攻击之外，即系可能呢只嘢系密攻高嘅，或者系呢只应该密攻高嘅。咁即系话佢嘅能力嗰个种族值分布就系速度低，然之后其余嗰啲都系高。系啦，类似巨沼怪咁样嘅种族值分布。好，我哋今集时间嚟到先，我哋下次继续我哋嘅卡关之路，系咁先，拜拜。